好，在这一边它是一个长方形，所以这边90度嘛，然后这边也是90度，然后它叫你找 x 等于 y 的 value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边是一个四边形，所以我的 x 等于360度，因为四边形加起来360度，减90度，减80度，再减20，这是我的 x，所以我的360减80减90减26，然后我拿到答案是164，对，164度正确了。OK，接着我要找 y，OK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这个角度会是等于180度减164度，OK，这个是我第二个 step，这个是我第一个 step，OK，好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我会拿到的是16度。所以我的那个第三个 step 呢，就是说我的 y 会是等于180度减16度再减90度，所以我拿到的是74度，是的。OK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，它是一个 rhombus，rhombus 我们知道这边会是90度、90度、90度、90度，然后这个24这边也是24，这边也是24，然后这边也是24。OK，好，这样我就要找那个 x 跟 y 的 value 就非常的简单了。OK，首先我在三角形RUS 里面，我的 x 加24再加32再加90等于180度。OK，所以我的 x 加24加32加90等于146。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80度减146度，然后它就变成34度，正确了。然后过后我要找 y 的时候呢，我就 in 三角形，QRU，OK，我的 y 加24度再加90度等于180度，所以我的 y 等于180度减90度再减24度。所以我拿到的是66度，OK，所以答案是正确的，66度。